Yeah. Ma,你谁呀、啊？勾上啊，俺是男勾上壳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了？妈，妈。俺哥是那高声哥，我傻呀！不是你爸哥呢？你还我地瓜！你还我的家！我是小人，小人，小人！你还我地瓜！站住！别跑！你还我地瓜！你还我地瓜！我是你，该你！哎，毛，毛。可不能打架，可不能再打架了。咋了？他不陪我地瓜，还看我姐尿尿。啥？我没看，我啥也没看着。你这个后生，你不地道啊！啊，你怎么能看人家上茅房呢？我没看，真没看。他看我姐尿尿。你打不死你个干爹！是我，狗剩。狗剩。狗剩，干娘回来了。狗剩哥，杏儿，是我。你咋回来了？狗剩哥，哎呀，你真是你呀！太好了，狗剩哥。咋说回来就回来了？少林寺师傅说了，我年纪到了，心不在那儿了，该回来了。啊，行，回来就回来，你就在家踏实住着啊。这些年在少林寺没少吃苦吧？还行，师傅师兄弟对我都挺好的，就是个儿没咋长。练武的哪有不遭罪的呢？你回来好，正好可以护着点信儿。啊，中。哎，干娘，咱家都挺好哈。好，都好。哎，你是不是也觉着毛长点心眼儿了？啊，长不少呢。是吧？啊。行了，快睡吧，赶了那远的路。哎，瞧着点火盆哈，别被煤烟打了。放心，干娘。嗯。陈默，哥帮你拿。杏儿，你能跟哥说个话不？那我叫你吧。哎，狗剩现在还老实吧？他还回首。杏儿，爹叫你回家吃饭呢。你也回窝吃食喽，在外面瞎晃，你个小畜生！走。孩儿，哎，你说我现在混咋样？好啊，老王级东西南北中，谁不知道你杨所长啊？那杏儿咋就看不上我呢？那是他有眼无珠。对，骂我女人，现在不是还不是吗？以后是。我错了，哥。不许擦。我没擦。我抹匀。
哎，你搁那看啥呢？没看啥。狗剩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不要看，啊？汉爹，嗯，杏儿，晚上睡觉把门关严啊，上紧。现在世道可乱。知道了，爹。你刚才叫喊啥呢？没有啥，我就是跟杏说，那晚上睡觉门儿给关严一点，世道乱。可得防着点儿，防谁呀？也没有个外人。嗯，这不是刚回来哟。瞎咧咧，那是咱儿。爷，你说狗剩这回回来，那他是弄啥嘞？哎呀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少林寺的师傅说，他到年龄了，该回来了。该回来了？那该回来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这是他家，他不回这回哪儿啊？哎，你说他这回回来，那不会对咱家杏儿的？哎呀，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也不是啥坏事儿。呀，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了，睡觉。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哎。请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看地，看地。哎呦，老掌柜，哎，恭喜呀！接着，哎，恭喜！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一会儿来啊，一会儿来。哎呦，哎，呦，来了啊！哎，行，也能过，也能过。哎，杏儿，我帮你拿。你看啥呢？一回来就不给我好脸色。我告诉你，等我娶了杏儿，哎，你啥人品？诗于春秋，行于明清，咱临河水酿出来这个酒啊，正啊！耶！祝望天公吉祥后脑，各是各的招。王掌柜酿的酒，高啊！喝！喝！来，好喝。来，倒菜，倒菜。来，我刚买了，去去吃饭。来，哎，吃啥饭？酒窖还等着用柴火嘞。那是我儿，又不是长工。来，快来，快。嗯。哎，大菊，嗯，这是少林寺回来的狗剩啊。啊，是嘞。哎，狗剩，你这在少林寺都学的啥功夫啊？没学啥。哎，狗剩，你这端着呢。你小子学坏了，不实诚了。狗剩，你看，今天大家都难得凑到一起，你打上几路拳脚，给大伙儿助助酒兴如何？正所谓这个美酒配英雄，越喝越有。狗剩哥，你打一个，来一个，别扫大伙的兴，打上几路，快点。狗剩，你怕不是没去少林寺，跑外面瞎混了十年吧？剩儿啊。今天来的也都不是外人，你打一路给大家伙助助兴，要不然让人家觉得见外了。
有了。啊！咦！哎，狗吃，你这一跑出去十年，你现在是混子，鲤鱼不像鲤鱼，泥鳅不像泥鳅的啊！你这弄啥呢？你存心不让大伙吃饭啊？你啥人品？哎，刚一上来我以为挺厉害，这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练上了啊，结果这啥也不会呀、啊。胜儿，哎，来乖，来乖，我问你啊，你这学这十年学的啥呀？你说话呀！我学啥？你乖呀，这是十年，不是十天十个月。这十年少林寺师傅啥都没教你？没有。那你都弄啥了？挑水。挑十年水？你娘了个腿儿！你真的就挑十年水？不是我不学，他们不教我，偷看也不让，就让挑水，一天上山下山十几趟。我挑了十年，十年，就挑水呀！十年嘞，哄你呢。八仙桌呀，啪一巴掌拍碎了，稀巴烂。哥，我也听说了，刚开始我还不信呢。眼见为实呀，我就在跟前，吓死我了。是铁砂掌吧？不知道啊，他这样又这样。他说他啥也不会，挑水挑了十年，我都信了。这个鳖孙，学坏了，我得防着他点儿。哥，你不怕？你是乡公所所长，他得罪了你啊，没好果子吃。对。哎，不对，我喜欢杏儿，他是杏干哥，这以后更不好弄了。杏儿啊，还干呢？他娘，出来吃饭了。快出来，来，进来呀，拎进来。这孩子，出来，来，你干爹的棉袄我给浆洗了一下，改改给你穿，看看，来试试。谢谢干娘。大小正合适哈，就是针脚大了点儿。不大。那个辫子爷家，你小时候去过，还记得不？记得。该过年了，给他送两坛子老酒。中。现在就去，早点赶回来，千万别住店，一过年啥东西都贵得要死。中。顺便把那两筐子苹果捎回来。家里都等着急用，要是饿了，在外边自己吃一口。哎，不用，早点赶回来，不耽误吃晚饭。干爹，咱收多少酒钱？不用收钱，辫子爷给咱这两筐子苹果不给咱算钱，咱等于拿酒换苹果，两头不着啊。中。
老顾啊，哎，你说这回玉龙该是从这边来呢，还是从这边来？我觉得从这边。这边？这边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玉龙啊，一路劳顿，一路劳顿。拜见辫子爷。别客气，快请进，请，请请请。行。你出家之人，无有自卑之心，你幻夜的什么精，降地什么善，你性空不分，善恶不变，巧言蛊惑，佛口贼心，你就不怕世人唾骂任善？这蛇精还挺厉害的，妖孽，看大！咦呀呀呀呀呀！这是凑钱的，走吧走吧。别走别走，收钱了收钱了，募捐募捐。别走啊！别捐款，给钱呀！捐给钱，走，我给你捐款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钱不咋地，还好意思要钱呢？哎，给不给钱？啊，看看信不给钱？啊！先回现场交代点任务，保证按时按点完成。我哥的办事能力，您放心，尽快落实啊！新兵大娘出去开吧。哎，长官慢走。吃个便饭吧。我们都准备好了啊，饭就不吃了，还要跑好几个乡公所呢。慢走啊，长官慢走。你反应挺快啊。没反应过来刚才。今天腊月二十三，大年初九开吧，这时间有点紧啊。可不是嘛。这是催命。哎，他说没说啥时候把名单送上去？他说的是，好像没说。那他说啥了？他说他亲自来取。啊，哥，你是啥也没听吗？啊，你这听了。老夫一生没啥大建树，积蓄不多。辫子爷德高望重，名声高远，今又慷慨解囊，让晚辈不胜感激。玉龙啊，国家不幸遭此大难，你们身为军人，要杀敌报国。我老了，要是再年轻个40岁，哎，30岁也行。我一定投笔从戎，上阵杀敌，马革裹尸，效命疆场。
玉龙一定不负先生所望，杀敌报国。老爷，王掌柜家送酒来了。辫子爷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狗剩。狗剩，哎，小时候经常跟干爹给您送酒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哎，你不是去少林寺学艺了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！回来好，回来好啊！一身的功夫，有机会上阵杀敌。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问他吧。是你啊，小兄弟啊！你们认识啊？来的路上我们有一面之缘。对不住啊，小兄弟，刚才惊扰了。要不是你，那坛酒碎不了。好，那我陪。马上过年了啊，就当是敬天地了。狗剩啊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不会告诉你干爹。谢谢辫子爷，那我取苹果去了。我答应干爹，天黑前得回去呢。那远的路能回去吗？能。哎，不着急，吃了饭再取，不吃。不吃了。啊，中。老顾啊，哎，挑些好果子。好嘞。哎，谢谢辫子爷。好好好。哎，老顾，哎，取完苹果。备些酒菜，我跟玉龙喝两杯。好嘞，辫子爷，要不我们等等桃吧？算了吧，这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野着呢，不饿极了，不进家门。狗剩这个鳖孙，从小就跟我对着干，这回回来也不老实，我得赶紧下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是啊，哥，你得想个办法让杏儿看您脸说话呀。有啥办法呀？这不刚好碰上征兵了吗？征兵咋了？征兵？征兵咋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当兵啊？怕死呗，那上战场掉脑袋的事儿。对呀，谁都怕死，他老王家不怕吗？王毛。我让傻王毛去当兵，他们家还不得求我呀？全家跪求，就算他傻儿子家也不富裕啊，就那一个。我把王毛名字先写上，到时候再给他扒下来，这等于从死人堆里把他儿子给救了呀。那他们家不得感谢我八辈呀？这事儿我说了算呀。肯定啊，早晚三炷香，饭前饭后求您保佑啊。可是这兵都征够了呀。哥，咱又不是真让傻王毛去当兵。装装样子吧。那是啊，来，咱把这名单改改，把王毛的名字给他写上。哥不用费那劲，你说不就有了吗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不懂了吧？做醋要做酸，做盐要做咸，做假得做真，有备无患，心里踏实啊。哥说的在理。等你娶了杏儿嫂，我跟小翠儿去去去去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乖乖，哥，这戳盖上了，不成真的了？这就是一张破纸，我到时候撕了重写重盖。师傅，有点咸。咸？那我给你沏碗红糖水，我家有。别惯着他，没病没疼的，喝啥红糖水？我爹不也惯着你吗？你可不敢瞎说，啊，孩子。我没瞎说，我爹给你钱我都看见了。你胡扯啥？我没胡扯，我爹喜欢你。我喜欢小翠儿。我跟你爹那是借的两块钱，你娘也知道。后来我让小翠都还了，可不敢瞎说啊，孩子。
我没瞎说，不是。小猫，滚！滚！我给你回家沏红糖水去，你等着。哎，你气啥？你别这么对他，我烦他。他以后就是你男人，这一辈子还长着呢。掌柜的，再添碗汤。啊！再来一碗。咦，我嘞乖，恁烫的汤你烫着都活了下去呢，不烫肠子。天冷，没事。你这么吃饭的吗？买了一个丸子，喝了四碗汤，还搁葱花，还搁香油的。要都像你这么吃饭，我们家生意还做不做了？葱花香油我都没要，我光要的汤。你看你这妮儿，恁人家买丸子汤不喝汤啊？哼！去去去，把这鱼送过去。看戏不淘气，喝汤都来劲了，杀人了！你那血都上到哪儿去了？喝汤不吃丸子那哪中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喝汤就行。吃吧，谢谢。慢点啊，小宝，来，把这鱼给拿过去。回去玩去，去去去去，小朋友都走走走走走走。别动！你急了吗？干什么？臭流氓！臭流氓！偷看你这煞白房。我不是流氓。那你跑啥？那他那脸煞白，我以为鬼呢，吓我一跳。你怎么进的茅房？他妈往你家开的，我想进就进。我这门口有人守着呢。谁守了？没守住啊！你自己人没守住，你赶紧让我守着他。站住！干啥呀？苹果，咱俩一笔勾销。我不是卖苹果的，苹果是你买的，也不是我买的，不是卖的，也不是买的，你偷的，我捡的，行不行？你让我先上。不行，你要干啥？行了，小姐，你就让他先走吧。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都不会关乎他的生意。啊，你想干啥？说吧，多少钱？我说了，不卖，不卖，不卖，你就是偷的。行，我卖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随便拿吧。你是觉得我没钱吗？那我要钱。给你钱。谢谢。找钱。还我的钱。哎呀，卖苹果不收钱，收了钱你都不找钱，你还不是偷的？行了，你就让他先走。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。啊？怎么了？现在来说说你的问题。
刚才那段戏法海，我觉得还是有用。来给你道喜来了，啥啥喜啊？你们家公子王毛被甄上兵了，啊？啥？你看看，哎，高兴啊！这叫啥高兴啊？杨所长，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孙司令知道吧？炸开皇陵卖宝贝，发了大财，招兵买马，抗日杀敌。不是说二丁仇姨独自不当兵吗？你家又不是独子，我就王毛一个儿子，户籍证明上可写得清清楚楚，长子王一毛，次子王毛俩。你看你给老大起这名王一毛，一毛不拔，老别姨。哎呀，老大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我是卖老大的时候捡的狗剩，这你不是不知道，这可不能算。我知道，那县上不知道啊。你当初为啥不销户？我，你不销户，那就是想占政府便宜。这回好了，摊上大事了，国府二丁抽一，你家摊一个，只能是王毛。哎呀，说啥嘞？高一上第一句的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叫咱王毛跟着孙司令去大日本嘞。三儿啊，你王毛弟啥情况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心里头不透亮，咋能上战场呢？就是啊，不会打仗还能不会挡枪子儿了？嗯，哎，你这，哎，你，三儿，不是杨所长，杨所长，你能说上话，咱又是多年的好邻居、好街坊，不是？邻居啥用？你又不是我老丈人。杨所长说了，这次招兵要当黑老包，公事公办，除非信儿出面。这事儿放屁！我没说啊。这样，我出钱，出钱。你这啥意思啊？他想买通我？哎，可不是，可不是。这回政府只要人不要钱。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又不是我老丈人。老丈人可不能乱叫。回去。确实，老丈人不能随便乱叫啊。走。这马上过年了，我就不多做了，我就不做了。初九报道，集合开拔。孙司令这日子选得好，有讲究，三六九往外走，准备后事吧。啊，不是，准备后面的事吧。好好准备啊，杨所长。你再给说说，说说啊。杏儿，回来了。本次征兵，王毛在侧，初九当天必须报到。孙司令有令，不到的，按破坏抗战论处，格杀勿论。仙儿，杨所长要走了，送一下。仙儿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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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屋弄啥嘞？杨所长要走了，送送啊，送送送送。妈，现在身板的越来越魁梧了，这身材，这骨量，哎呀，
这穿上军装，扛上机枪，要不了三五年，我跟你说，混个排长、旅长当当没问题，光宗耀祖。到时候别忘了你三哥啊！你说的是啥呀？啥？你真上兵了？当兵打日本？谁是日本？那小翠儿去不去？小翠儿不去，小翠儿是我妹妹。再说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枪子儿乱飞，那谁舍得让自己家亲人去当兵？不是往死里送吗？哎，会来。哎呀，你这爹，那小翠儿得跟我去呀。乖，你跟小翠儿都不去，找恁娘是胡萝卜去，快去。娘，我吃胡萝卜。送送，送送，送送杨所长。不用了，送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初九当天必须到，不到的军法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慢点儿，杏儿，你说说你这是弄啥嘞？毛毛是你的亲弟弟，一奶同胞，你为你亲弟弟，你给他个好脸儿，你能咋着？能死是能死不？能。哥，我看杏儿就一根筋。你闭嘴吧，都赖你。我又错了。话赶话往上顶，顶满格，现在好了，顶上去下不来了。你就跟着霍霍稀泥，打打掩护。我爬上去，你得给我递个梯子，我得能下来呀。我不是怕说错话吗？我又不是真想让王毛去当兵，他当兵就是死路一条，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现在好了，弄成这样怎么办？哥，既然杏儿不喜欢你，老王家这么多姑娘，走个穿绿的，来个穿红的。呸呸呸呸呸！我就娶杏儿，除了杏儿谁也不娶。把名单放好，过两天我接着催。冻上了，苹果没丢吧？哎呀，你就知道你的苹果。你知道啥？棉裤湿了还能烤干，苹果丢了可找不着了。说的啥话？不碍事儿，脱下来烤烤就中。娘，您叫我。啊，快把火升上，饺子热上。干娘。杏儿咋了？哭了。杨三儿来送信，说让你王毛弟去当兵。啊？冬一去，是新的一年。
盛开朵朵笑脸，有一天回到这片梦田，你站在山的那一边。站在山的那一边。